一个王八吧，兄弟，你上不呀？哎呀，我的好哥哥呀！全军出击，给老板一个波波吧。我给老板一个波波，我给你一个波波吧。你别给我一个波波。那我给老板们一个波波啊。水晶瓶，我看这王八一级打着奥纳夫能打着不？你怎么像个鬼一样？哎呀，不行啊，打不过呀！我们这把应该是又被扛他了。别打了，打不过，等打野吧，等打野吧，打不过。没个打，这玩意儿呢，技能伤害有点高，这莽夫啊！被扛特了啊，被扛特了！别找他打了啊，别找他打了！我就是想试一试，你知道吗？试试就试试了嘛。我就是想尝试一下，看看这奥纳夫一级我能不能打得过他。哎呀，可太恶心了！我操了！我下回再先选王八，我就是王八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下回指定不先选这王八，他们上单不露头，不出英雄，我指定不再选的。我可太难受了。上回也是这么说的，这回真的是最后一回了。哎，拱死你！小王八犊子，还来人干克，你说本来就难打，还来人干克，要小心。空中能嘲讽没用啊，嘲讽他不也把我踢死了吗？给我踢足球了。咋的呀？害怕了，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晚了。我可这老些兵啊，都给我打来！还打？哎，对打，来对打，哎，打我，用力！呀，我这有点要无敌了，我这一看呢。差100哟，差100咋办？哎，上波要是没买这皮鞋，
买小布甲的好了。阿夫指定过来了，我们赶紧跑啊！现在上路收兵。回家了，不打了，赶紧跑。赶紧来个小反甲，再来个小药瓶。啥？送了1000个福袋，加上之前3000个，就没理过我。行，谢谢老板的福袋，谢谢。虽然这福袋啊，啥也不给俺们，只给点鱼丸给你。不过没关系，你想让我谢一谢我就谢一谢呗，真是的，多大点事儿呢。你无非就是想要一个谢谢，我懂。谢谢。谢谢那个卖月客的小胖子。我打，我的虚区还是很高的啊。你这你个奥纳夫让个王八给压了，你说出去丢人不？你跟我说一下子。你说你说出去丢人不？你还让王八给杀了，头真硬啊！赶紧吃塔皮。谁在说话？谁？谁说话了？1500够没？无敌了。假装打不过，你自己打吧，我上去了啊。什么意思呢？这是。我跟你们说，这王八呀，其实挺不合适的，你知道吧？你跟奥拉夫打，你如果打不过想跑，你是跑不了的。但如果他，虎大
谁加大招啊？杰来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但如果他想跑，他是随便跑的。干啥呀？跟我过来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，好疼！有小心。上线。这是个 AP 龙啊，我来了，哎，300块，放峡谷来。救命啊！哎呦！哎，兄弟，你得谢谢我啊！哎，把这金克斯给他杀了。嗯。家伙，怎么回事？你别轻我兵啊！溜了，假装回家了，其实没回。别在草里的 A 人啊，别弄这种二 B 的操作。来，能打。嗯，哎呀，踢球回家了，他追不上了，不追了。这奥纳夫把我塔给我拆了，一会儿我们出完科技枪就可以上高地了啊！现在上高地就略微是有点膨胀。毕竟这奥纳夫也是不是省油的灯。干哈呢？踢球是吧？还踢球？谁？潘森吗？哎呦！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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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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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别怕呀，我很肉的呀。
龙井怂了，好吧，这波龙女如果再能勇猛一点，我感觉我们应该能杀俩。这抠抠都能抠歪了。这不喷他，这没必要啊，人家也不知道我们这么狠，你说是不是，理解一下。海踢球金克斯秒了，救！又是这仨人，救一下！你看人女警对不对？哟，这是谁呀？哎呀！救一下呀！没有跳弹，跳弹 A 不出来呢，怎么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那塔一下就点掉，点一下，哎，哎呦我，呀 A 死了，可以，这蛤子不来个 R 闪呢？刚才让蛤子给我踢进塔去了，哎。我觉得我现在一打五应该没问题。这金克斯装备都不出，第二件就出水银，你打得动人吗？不过他这个游戏理解确实没毛病，你知道吧？只有活着才有虚区，他都活不下来，他虚区什么玩意儿呢？俺们这边决定装备一波，送一波，兄弟们，看看能不能一打五。尝试一下，好吧。兵人越多，我们越猛。不行，差走科技枪。看来不行，吹波扣吸血不是那么特别的够，差一个收割的人，这波是纯送啊，送了一波，给他们一波没有关系。嗯。呀，投降了，拿下了。这能拿下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走，俺们下棋。